1月27日，十二强赛国足与日本队打响对决，最终国足0-2不敌对手，李霄鹏首秀没能取得开门红。第6分钟，伊东纯也杀入禁区小角度射门，没能打灯。第11分钟，黄申超手球送人，大富勇也主罚命中。第19分钟，日本队进攻被朱晨杰解围。随后日本队角球造血，南野拓实扫射边柱。第56分钟，阿兰维士豪登场，换下张玉宁抛进。第61分钟，伊东纯也破门。第64分钟，戴伟俊登场上演国足首秀。第69分钟，韦世豪任意球偏出，这是国足本场第一角射门。随后韦世豪与南野拓实口头摩擦，显得冲突。第82分钟，吴曦远射高出横梁。这是国足全场的第二角射门，最终国足0-2不敌对手。